曲团体大嘴巴，唱作天团 FIR 与综艺节目二分之一强 PK 动物角游戏，女生代表麻雀，男生代表兔子。第一轮艾莎被淘汰，第二轮阿庆被淘汰，最后梁鹤群也被淘汰。请问幸存的动物总共有几只脚？数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应该是中文题吧？大嘴巴有三个还是四个？哦，四个。哎呀，不知道，只有三个，有一个 rap 嘛，然后有一个去演戏 ，FIR 三个，二分之一强是两个，不是阿庆，不是啦。其实不会难，但是现在这不是这个太晚了。不是，等下 FIR，再次，等下第二轮是阿庆被淘汰，所以一男是，所以代表那个女的，那个女的叫什么？唱高音的那个，就是 FIR 的主唱有留下，菲儿留着。谁知道？最后梁鹤群被淘汰，最后八秒钟。麻雀是几只脚？两只脚。两只脚。对，因为。总共有几只脚幸存的？总共动物，请给出正确答案。几只脚？幸存的动物总共有几只脚？不是，六只脚，六只脚。好的，正确答案六只脚，答错。Sorry， 正确答案是2只。哦，兔子有这么多？对，麻雀两只脚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大嘴巴三男一女，剩一个男生，剩 FIR 两男一女，两男一女。对，然后二分之一强是一男一女，对不对？女生代表麻雀，男生是兔子，对，四只。好，艾莎淘汰了，所以大嘴巴剩下三个男的，三男12只脚，然后 FIR 那个阿庆淘汰，一男一女，所以剩下6只脚，六只，对不对？嗯，12加6，18，在最后那个，然后最后一个梁鹤群淘汰，剩下一个女生两脚，20。热门巴士发车，司机线线载着车长小姐露露和导游点点出发，第一站 Sweetie 831上车。第二站 ，SHE 茄子蛋也上车，刘品言下车。第三站，台湾红不让主持人上车 ，ella 下车。第四站，五月天宇宙人上车，831下车。第五站，来吧营业中的店员们上车。抵达终点后，请问现在车上有几人？Oh my god！ 好，我们给你们12秒。哎，这么晚出这个题目，很硬哦，真的。哎，两点半，我还一家在考，一家二家三家，这么残忍？两点半，这蛮残忍，这蛮残忍的，这很难。有多少人？应该在边出题，你就要边加减。车上有多少人？你讲，25个。答对。怎么可能？因为前面大热门三个也要加进去。对，我们三个也在，对不对？他们也在车上。点点是导游嘛，露露是车长小姐嘛，对，司机三个人是永远在车上。对，恭喜答对，益智节目。请问桌上总共有几颗橘子？没有，这样有难吗？柳丁啊，请出题。柳橙顺序为1到4，二三四，请挪动一颗柳橙，让顺序变为4到1。啊啊！挪一颗，挪一颗，挪一颗啊！我可以吗？一二三四，倒走。哎呦！哎，怎么了？啊？怎么？4321，这样可以哦？没有，哎，这位大哥啊，哦，对了，对，这样4321啊，4321啊，对，他没合起来，哎，厉害呢，不错哦，恭喜6000块奖金，好，来。